我放你救我，今天是抓饼试吃时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拍到。哎呦呦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震动是什么？抓饼试吃。在哪里？红萝卜。那里。没有，你就放着就好，它闻得到的。你就放着就好，你就放着就好。你这样子，它等下不开心。好，抓饼试吃红萝卜。他们爱吃红萝卜吗？看不到。哎，他看不到，他闻得到啊。他哦，超爱。还有吗？还有。你去拿一块。等一下，我家等一下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他们也不可以走哦，走了就没有红萝卜吃了哦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还没走。还没，我跟他说还不能走。你要放碗里面给他吃。还没走完。它吐出来了，要吃回去，好像可以大块啊。你应该切那种长一点的，那种切三角形的，不符合那个它的主体工学。抓饼，对焦对焦，震动，对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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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对焦。好，该换手机了，有没有厂商 ？Unifone 好像不错，下一次就买那个。对焦对焦，为什么会对不到焦？子龙。哎呦，吃吗？吃。有。我们爱吃红萝卜。哦。好 Q 啊！你今天视力比较好。哦，好。